二不赦的人，你才会觉得我需要去检讨你，才需要出来面对。但我们身边没有这样的人，大家都是不愿意这件事情发生，所以我们已经到了下一个阶段，我们真的要开始趁着这个大家都关注的时候去做改变。首先想照料的是我身边的工作人员的心境，因为这件事情我也想跟大家探讨，就是心灵的创伤其实是需要被修补的。那因为我有一些经验，所以我会当下立即先把大家聚集在一起，不管你是有没有心要分享，或是你有没有能力在当下去面对自己的情绪，我都是先把大家聚在一起。那当下我们就是一边吃一点东西，然后一边把自己的心情先说出来，这样。所以我跟各位讲，那一天晚上我们是心情是很不稳，用到钢丝跟威亚的啦。嗯，所以这个是说他到了现场才知道要掉钢丝。嗯，他还是掉了。这就是压力。这就是很多的无奈的开始。那其实我觉得最要需要去被引导的是大家在于面对不合理的要求的时候，能不能适时的意识到，哎，我应该要说，哎，先等一下，我应该要说，哎，有哪些地方我们可不可以准备好了，我们再继续。因为就这件事情来说，以艺人的光环是比较容易去达成的，但是以工作人员的角度比较难被听到，然后这就是我们的重点，关于工作安全环境的要求。大家的前提是觉得我们会复牌，但是其实我心里是没有这个打算，因为我觉得第一，工作人员的心情是难以平复的；第二，你要叫我们再回到那个场景去接续我们没有完成的任务，是很大的折磨。所以目前为止我关心的只有我们怎么能够去帮这些人发声。所以你觉得你有可能食言症的事？我不知道，没有用到这么严重的词，只是目前为止就是 on hold， 但是我们没有急着要去做任何的下一步。这样二不赦的人，你才会觉得我需要去检讨你，才需要出来面对。但我们身边没有这样的人，大家都是不愿意这件事情发生，所以我们已经到了下一个阶段，我们真的要开始趁着这个大家都关注的时候去做改变。Hello， 大家好，我是何浩晨。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国毅。Hello， 大家好，我是郭书瑶。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一杰。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真的吗？对对对，可是我。